Hello， 大家好，我是自然摄影师雷宇，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哇，冷死我了！等我先把衣服给扣上啊。这个温差有点大，白天大概摄氏度的话应该是20几30度吧。现在是早上5点过5分啊，然后现在我估计只有几度，10度。你看我穿了最厚的衣服。好，然后大家可以看见我身后是典型的那种最漂亮最完美的这个田园风光啊，非常非常震撼啊。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在这里拍日出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种田园风光没有啊，反正拍这种田园风光呢，像我现在是站在一个高点非常高的位置啊，这样拍过来一会儿太阳升起来，然后光呢它就会，因为我们这里是这种田园呢是这种起伏的丘陵，你知道吗？日出日落的时候，因为太阳是在斜面的嘛，然后它光这样打过来，好，然后它这个丘陵呢是这样起伏的，好，然后它就会形成那种非常漂亮的光影，你知道吗？非常漂亮。然后哇，冷死我了。好，现在呢就等太阳升起来啊，应该还有几分钟吧，太阳应该就升起来了。我预感我会出到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的照片啊。哎，这个也是我在家里关了1个多2个月的等来的，真的是好结果吧，我预感啊，希望大家也祝我能出大片啊，耶、yeah!好，大家在拍摄这种题材的时候，其实你无论拍摄任何风光啊，无论你是拍这个溪流啊、瀑布啊、雪山、湖泊、大海，包括像我现在拍的田园风光，其实偏振镜都是蛮重要的。我非常多的这个拍摄现场啊，都会用到偏振镜。可能大家知道偏振镜是消除水面反光，但是实际上它还有非常多的作用啊。好，我为什么说 CPL 在我们拍摄风光无论任何题材啊都是非常关键的啊。接下来呢，我就打开相机的十字取景器跟大家边看边说啊。好，我现在打开了相机的十字取景器，我跟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拍摄的主体呢离我非常远啊，大概有好几公里的样子。然后像我们拍摄，可能大家有经验的同学会知道，像这种拍摄远处啊经常会有雾啊这些。好，然后今天呢天气非常好啊，没有雾，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啊。我现在转动偏振镜跟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效果啊。我为了演示呢，我把这个曝光啊稍微调得亮一点吧。好，你看我现在转动偏振镜啊，大家注意看啊。好，你看现在是这样的，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雾啊，看雾蒙蒙的是吧。好，你看我转转，
转到我想要的效果。哎，你看现在是不是一下非常那种怎么说，就是对比增强了，颜色也增加了，而且它没有那种雾蒙蒙的效果了，非常油润显得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拍摄出来非常好啊。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随便构一个图吧，我们来拍一张，随便构一个图啊，比如说这里啊，我随便构一个图啊。好的，好，我先把这个调亮一点啊，方便大家看。好，你看我现在呢转动偏振镜会出现什么效果呢？你看现在是不是雾蒙蒙的？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给它转过来，哎，你看是不是显得这个颜色也非常油润，然后对比度也增强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曝光啊，稍微欠一点点。好，现在这种呢就差不多。好，我们对焦直接拍摄一张啊。好，是不是感觉还是不错啊，这张照片。所以在我们这个拍摄风光很多题材啊， CPL 偏振镜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好，大家一般拍自然风光呢可能用超广角啊，广角用的比较多啊，很少用这种长焦镜头或者超长焦镜头来拍摄自然风光。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没有使用长焦镜头、超长镜头拍摄自然风光的经验的话，而且你拍广角镜头啊，长期用广角镜头来拍，你突然用长焦镜头来拍的话，你可能会拍摄失败。无论你是拍得多好，经验多丰富，你没有使用过长焦镜头拍风光，你可能就会失败。这是为什么呢？你拍摄回去，你可能会怎么说？拿到电脑上看，会发现很多照片都是糊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使用超广角镜头、广角镜头，包括我啊，我经常会使用到慢门，比如说我长曝光，一分钟、30秒、1秒、2秒等等啊，然后使用三脚架嘛，来拍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像我现在啊，比如说刚才我在今天早上我在拍摄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见，一是风比较大，二是我们使用这种长焦、超长焦的焦距来拍摄，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安全快门啊，就是你的快门速度不能低，不能低，不能低，这个真的是太关键了。包括我其实有一些照片啊，我经常用长焦镜头来拍摄，有时候呢快门速度已经达到60分之1秒、80分之1秒，当然我前提是使用三脚架的情况啊，100分之1秒，然后有风的情况下，我拿回家照片依然是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安全快门。像我刚才今天早上，我是把感光度已经提升到这个400了 ，ISO 开到400了。然后快门速度的话，我基本上是保障在150分之1秒以上，甚至我会达到250分之1秒、400分之1秒等等都有可能啊。我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快门，因为用超长焦拍，特别是风大的时候，像现在来拍摄，只要一点点抖动，那个照片你拿回家看可能都会糊掉，然后你的行程所拍摄的这么多照片可能都会废掉。所以这个就是拍摄这种长焦风光、田园风光的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知识点之一吧。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滤镜啊。其实呢我之前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做这种vlog 现场的一个摄影故事摄影教学吧，然后之前呢我讲这个滤镜比较少啊，其实滤镜在我们自然风光摄影里边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我之前去过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啊，大概有可能50个左右吧，我拍摄了非常多漂亮的自然风光，基本上70%以上吧，我都是使用到滤镜的，特别是我使用最多的就是 CPL 偏振镜，
还有呢就是这个减光镜，这两样是使用最多的。好，然后渐变灰呢，就是它有两种渐变灰嘛，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我一般使用拍海的话，我非常喜欢用那种反向渐变滤镜来拍摄。好，像那种正的渐变滤镜来渐变灰滤镜来拍摄呢，就是拍一些山景的时候。好，接下来呢，我准备回酒店休息一下，吃个早餐啊，现在才7点钟才7点钟，休息一下，晚上我们接着出来拍啊。忘拿走了吧，我看一下，索尼 A6000 啊，是一个半画幅的相机，然后镜头呢是1650的一个套头，还有一个三脚架，我看放在这里很久了耶，没人要，算了。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偏振镜的一些诀窍啊，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自然风光拍摄当中啊，偏振镜它实际上有一些小小的诀窍，我现在跟大家说啊。现在是下午的6:10，离日落呢还有2个小时多一点。好，我们先把滤镜给装上啊。这个偏振镜我教大家用一下，看一下诀窍。我使用的是赖斯的滤镜系统啊，它主要是这个可以分开非常好啊。我这个偏振镜有点大，因为我要装这个主要是装这个1424，我这个偏振镜相当于是1424、2470、70200或者任何镜头，反正你只要有合适的转接环都是可以用的，你只需要买一片就行了。好，我们先把这个支架给装上啊，这个很方便，只需要就完成了。然后呢，滤镜我们给它装上，也非常简单啊，直接转两下，三下 ，OK。好，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使用偏振镜的一些小秘诀呀，我透露给大家。太阳现在是这个方位啊。就是你转动偏振镜效果最明显的是哪个方位，就是侧光啊。比如说太阳是这个方位啊，侧光就是这面90度，反正这个方向你往这个方向拍，然后转动偏振镜的效果是很明显，非常明显的。或者说你往这个方向拍，反正你和太阳啊，就是现在因为太阳已经在斜面了嘛，反正这样90度这样都可以啊，都是可以达到偏振镜最好的效果的。然后呢，你如果正对太阳，比如说我们正对太阳这样逆光来拍摄，或者说我转个方向，这样完全顺光，这样的话，你朝这个方位拍的话，像现在这个时候啊，你转动偏振镜起的效果呢就很小啊，它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呢没那么明显。好，我现在打开了相机的实准取景器啊，我首先呢就是使用这个完全逆光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偏振镜的效果啊。好，现在是完全逆光，然后我把焦距大一点啊。好，比如说我随便构个图吧，就现在这样吧。好，我们调整一下曝光啊，把感光度我调到200吧。好，现在正常曝光吧。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转动偏振镜的效果啊，现在是完全逆光，
对着太阳在拍呀，你看是不是，现在我正在转，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啊，变化非常小啊。好，然后接着呢，我来使用是吧，把这个镜头啊，我转到这个方向，这个就是逆，就是这种侧逆光吧，侧逆光，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随便这个构一个图啊，比如说这样吧，这样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一下焦。好，你看我转动，大家注意看屏幕啊，我转动这个相机的屏幕，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侧光拍摄的效果啊，你看现在是发灰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偏振镜啊拍摄，其实所以呢，我们在使用偏振镜拍摄适用于非常广泛的作用，不一定说你非要说哎什么消除水面反光啊，是吧，那个就是太局限了。我在拍摄瀑布啊，拍海啊，拍溪流啊，拍雪山湖泊，包括这种用超长焦镜头拍摄田园风光，我依然会使用到偏振镜。我基本上70%的照片吧，我都会使用到偏振镜。偏振镜在我的所有滤镜系统里边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好，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啊，就是看起来是不是发灰呀、是不是发灰。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转动偏振镜，你看，哎，你看现在是不是好很多了啊，然后它的对比增强了，而且绿色呢就是那个颜色啊一下就跳出来了，非常养眼啊。好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拍摄一张，我们来试一下啊。好，你看这张照片的话就有比较好的光影，因为现在太阳呢还没有下去啊，可能大概还要过半个小时吧，太阳就落到比较低的位置了，然后我们再拍摄的话光影会非常非常好，非常漂亮拍摄出来。好，至于我们这个顺光拍或者说朝那个方位拍，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因为反正大家记住，你就是太阳在较低的位置，你完全逆光拍，对着太阳拍，或者说你顺着太阳拍，它的偏振就是产生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明显，有一点点效果。好，但是呢，像在这种情况，你往这个90度往侧光这边、这边、这两边拍，它产生的偏振效果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明显的啊。好，现在光线已经没有了啊，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点赞分享啊，最关键的就是关注我的频道，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啊，每周一期摄影哦，每次一期有可能一周两期啊，反正会不断更新吧，每周一期摄影相关的视频。好，下一次我们继续探索啊，拜拜。